传播站好不好？好，遐好。虽然膝关节退化，走路有点蹒跚，但100岁的阿比亚妈只要天气好，都会到环保站报到。她有属于自己的回收专区。我提一卡箱，我给你带好啊。黑的先撕起来，然后这个才给他牌子，才给他撕。没错，纸类回收区有一个阿妈专属的位置，几位跟她做一样工作的志工们都昵称她为阿布。只要几天不见，就会非常想念。阿弟嘛，因到得做，因到无做都在遮做，阿婆也真乖。哎，阿婆，哎，感动未？哎呦，那也不会，身体好，就有法做法做。哎呀，啊，人够好。很感动呢，伊一百岁啊吼，啊安尼真认真做呢，做环保伊足用心的啦。啊，伊遐侪岁都做啊，咱这么少年嘛是爱做吼。来这边做的话，因为很多人很热闹，然后做得很开心。2015年才开始跟着女儿做环保的阿比亚妈，原本住在南部，后来因膝关节要动手术，才搬来跟女儿同住。女儿为了不让母亲快速退化，因此带她一起做环保。要给妈妈运动，然后头脑比较不会退化，动一动脑筋，然后还有事情做也不会乱想。啊，还可以帮忙做环保，也很好。来，妈，姐姐给好。天冷或下雨，阿比阿妈就不出门，但即使在家，她也都没有闲着。是这样子，他们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的阴影蒙着，阴影蒙着灯。除了做纸类回收，阿妈还有一个好习惯。一日落十个啦，落人家个啦。那要从啥？哎，你第一救济人啦，救济遐个无法度个啦，无法度做个。心宽念纯的阿比亚妈，专心一致做好纸类回收，活络自己的筋骨，也为地球贡献一份心力。台新闻，这是美智工黄春如、江文龙、翁旭庆台北报道。